在干嘛？我在量重量。忙不过来，这位小姐。我很忙，我很忙。你们要一边夹一边夹。对啊，一边夹一边。我做失败了。什么？再说一次。我做失败了。为什么做失败了？因为他那个是要太稀了吧？不是不是，他说是要两个料一起加入搅拌机搅。哦，我分开打。啊，你怎么没有看步骤？我有看步骤啊。那怎么还做错了？他就是这样设定，是不是将鸡蛋砂糖放到搅拌缸中，然后打字结束停机嘛，对。然后他说将低筋粉倒至搅拌缸，我就以为是另外一个搅拌缸，所以我就面粉跟奶油。又没有出另外一个搅拌缸。你这样不行。为什么？太稀了吧？那本来就这么稀吧。你去问，因为刚刚玛雅就失败了。哦，真的？玛雅也是太稀失败。什么很丑的塔皮？小就是这样的，对，这边三个龙塔的，它这里那边两，你就是比较丑。我还没有修边，小军的，我还没有修边，它还没有修啊。然后这是我的可能失败的柠檬蛋糕，失败，可能大失败，你才大失败。是这个？对啊，这是酸奶油啊。失败，鲜奶油酸奶，对呀、啊，失败，鲜奶油啊，要不上加通水了吗？失败，失败，分顺序吗？有嘞，那你失败了，吓死我了，失败了，我倒错了，砂糖，失败了，不然你去问他那小姐有没有关系。你说你倒失败了，酸奶油跟鲜奶油你倒错了。加入我们的行列，到最后一刻才做错最惨。你是洗碗干嘛啦？洗碗有什么好录的啦？自助洗碗，录一下。自助可以不用啦哦。是汤圆的巧克力。哇，你把它盖起来了。你要开吗？开可以开。哇，好漂亮哦。然后上面还要淋一层，再淋一层那个镜面的那一个。对，镜面。就中间这一层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你的。那、啊、你怎么还没拿起来？因为很凉，下面可以也很蓬哎。刚刚更蓬，这已经消了，应该可以拿走啦。哇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它倒过来这样放？因为散蛋，它的那种一样，关键散蛋。你做什么蛋糕啊？它中间是巧克力的、啊。推。对呀、啊，来推了。哦，有了，哦，他蹦了一下。我怎么觉得他离开了？它旁边是粘住的，所以你要先搓一圈才会推得起来。那我刚刚是把中间推起来了，旁边还在，你最后就推出一个中间的。它会裂开。我不知道，你先帮我搓一圈。好，那你们线都打好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、啊、你们记得谁是谁吗？因为我刚刚转方向，可以好。比较丑的就是小猪。哎，这样子就可以填线。好，线填一填都可以。好、哦。好玩笑。怎么那么丑啊？干嘛、啊？因为它已经凝固了。等一下风中草莓很漂亮。很不均匀。哎，干嘛这样？认真涂蛋糕的汤圆，可能会失败的周佩君。失败了，爆开了！爆开了！中间应该放一些空气，没有敲出来。哇！也太多空气了吧？下哎、欸，那这样我的是不是也是那样？你敲的这里，敲的后面。我的在这。那我怎么样？我蛋糕是不是快一点？哎，它下去了哎！我蛋好丑哦！这是什么？你这什么啦？切了，你这个把切塞在里面，正好，对啊，然后你塞满塞的跟它一样高之后，再把它扶起来，就什么都看不到。
刚一切开就很慢吗？老师在安慰你。你看很怕，有些人就失败在切这一步，我告诉你，对啊，我就选了最后失败。把这个香蕉、奶油什么都带过来。我的酱，左边的是我失败的内馅，右边是成功的。可是怎么看起来很相反？为什么我们那么傻啊？好，回家烤就烤一些。这真的比较好吃。你们应该蓬起来了，是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心情没有很好。可是什么粉会蓬？蛋白，蛋白会蓬吗？绿绿的是什么？那个开心果碎片，汤圆的蛋糕，这是周佩君的甘纳什，看我的满满，还有我的蛋糕，没关系啊，超漂亮的，撩光最美，要这样，努力这样旋转它，你看，慢一点，你拍看我，干嘛啦？我先拍一下这个艺术品，我先拍一下这个艺术品，怎样啊？我受不了他了，你们怎么了？太丑，你看我的那么美。Oh my god， 他的真的很丑。他为什么不要脱皮一点？我不懂，没关系，知道吗？你确定就好了。确定？好，你要考出来，我就看你这。哎，说明他的那个你知道高低起伏会比较漂亮吗？可以。哦，你要在对你的艺术品做什么了？因为这里太高了。这里太高了，那我帮你吃一点。不要啊！你确定要拍这种东西吗？对啊。矢状的。哎呀，好恶心啊！哎，你巧克力这样一坨一坨这样吐哦。算了啦。你放弃了。哎。啊！我来挤奶油啊。啊！就这样，你涂的什么东西？你要把它涂好看一点。问题它就长不好看。绝望的涂着巧克力的。不能把它压平吗？压平。不要再主意给他了。他这样有点丑啊。来喽。你要用滑。我有啊。哦，来喽。哦，天哪，我太少了啦！你是在放弃吗？不是，他要等下火平。对，我要把它包住。对，应该是刀不动，应该对，刀不动，然后转盘，你这样没有，你这样刀子放着，刀子不动。对，我一开始不用，平哎，不用，就照着它的那个波浪的，对，这样，你要照它的高低起伏，要跟着它起。很快，因为人家蛋糕都是平的，但是你有点那样，你知道？谢谢，我帮你用。你看我的，然后失败是隔壁那个，失败是左边哦，成功是右边哦。他现在就怎么样都比我他本人。你不要动他，那我吃干嘛？好吃吗？你这是本人。对，那是本人，那是我第二个，那是第一个。这个发生什么事了？就为什么塌掉了？因为空气太多了。哦，这是你的吗？对啊。你会不会两次都有一个东西蹭出？是吗？还是我其实两次都少放了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为什么长这样啊！哎，上班。嘿，怎么了？好朋友。没有，我是那个，误会。好朋友。别把这个偷走。好，看起来就很漂亮。可是我觉得应该蛮难。但这个应该是比较扁，对，比较硬。这个看起来比较好吃。太硬！好小心哦！他小心！他过了！哇！可爱哦！这样子就好，怎么那么小啊？这样子就好嘞，这正常吧？这个正常吧？屁呀！都正常。有这么小的吗？没有吧？就量太少。这长得不太一样哎。吗？所以这是多加的嘞。他那个打很稀呀，像蛋糕。这两个到底是不同东西啊？老师觉得表示他没看过这种蛋糕。原来你两个都可以带回去，但是你吃吃看哪个比较好吃，好不好？哦，对啊，然后你看你挑，那你们要不要试试看？哎，你吃，哪有吃啊？我也可以试试看。你们可以试试看看，就是两种对啊，什么到底出了什么差错？啊，那两你要不要先？你两个零，都两个都零一下，你说两个都零一半吗？对啊，就这样吗？因为我们唐高比你舍比较多。哦，这两个。因为什么要陷害别人？然后陷害老师，我要有实验的精神。然后老师就先。这无言的快下一个老师，老师就是快闪，先走。好了，老师怕怕的。那还有各种地方啊。大家来围观，各个老师围观。然后自己放一下。为什么？
为什么它一个变这个，一个变？有一个可能性是这个已经完完全全消泡了，可是这个里面空气太多。所以我们的可以了吗？还是还要再烤一下？我觉得你们的可以再烤一下，再两分钟就好。好，好，两分钟，三分钟好，三分钟，三分钟。它是因为它已经消泡了，所以它会比较扎实。哦，你就把它当半高吃吧。对。你就把它当半高吃吧，就在两分钟。这样。对啊，不然很不好。现在回来才帮我看到。啊，不放。太空气的量太多。哦。所以我敲的不够多下。它敲蛮多下的，还是有可能是敲太多下，也有可能会造成。哈哈哈哈哈。太多在击下。倒起来倒了很多年，倒，我就一次全部倒吗？还是你有倒起来再倒，倒起来再倒？没有，我就是一次这样倒。另外可以，然后刮一刮。那你几倒？对，很少会这样。哎，很少会这样。很少会这样，只有你会这样。你看，可是我有看过长那样的。有啦，那个你说这么扁的吗？我有看过，可是爆掉了。长这样的没有。长这样的没看过。对。第一次，你真的是第一次，一次看到两，今天一次看到两，一次一看到两个，啊，这个有看过吗？那个也塌掉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它爆掉，它整个丑掉了。不要看，不要看，它现在是盖起来，盖起来，没事的，我要一次就好了。抢救中，抢救中，看这个很漂亮，这真的很漂亮。好了没？没，这个很像花柜。哇，你就要这个漂亮。对啊，那我们要放凉之后会帮它盖盖子。好，蛋糕盖才包装。好，你是什么蛋糕啊？我的是慕斯，那个夏洛特。那你现在开进冷冻？冷冻。好，这应该还好吧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摆错了。担心我们？对，他担心我们，已经两个失败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几个人做啊？我说我们这一群到底是……那你问一下小胖到底是……到底是想怎样？这一群是来浪费时间。哇，多漂亮啊！金黄全部拿出来，多漂亮啊！两个灯，两个不同的，OK， 很棒。哇，在逛这个甜点啊？对啊。哇，你好棒哦！划算哦！对啊，你看，柠檬双重奏。这个其实很好吃，我刚有吃的皮就好脆，很好吃，它很脆，它是松松软软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发糕。发糕，对啊，这是很硬，对，很硬，这其实会很硬，有 Q 哦，有 Q， 怎样啊？不一样大，一样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你在没许愿？这生日蛋糕，差太多了，不对啊，这个比较小，这比较大，对，没有，我说这个比较，所以你这边要，这边要切小一点，没关系啊，算了算了啦，太困难了。这个很酸呢，我刚才吃一口就不会，很甜。上面是糖的酸的，好吗？这个一定是成功好吃的啦。好了好了，来，我先吃，我先吃，好。这个看起来很漂亮，我要吃小的，我要吃小的。嗯，哇，很香哎，好吃，还是好吃啊，好吃，我也忍不住，你刚刚讲口感。不错不错，你觉得蛋味有点重？对啊，为什么蛋味那么重啊？三颗蛋，三颗，好吃吗？很炒一点，而且又是热热的。对，我觉得蛮好吃。有啊，这边有救回来啊，还蛮好吃的，都快去。你说我吗？那个，他说你本人很好吃。对啊。演啦。你那是马卡龙吗？对啊。马卡龙应该不是你自己做的吧？当然不是啊。太好了，真的很失败。不要这样说嘛！不要这样说嘛！你要请我吃吗？蛮好吃的，要不我真的没有空啊，你没空是不是？它的很美哎，对啊，我觉得好可爱哦，而且你还它有副啾啾，它有给我们伴带，哦是哦，我还以为你自己带的，然后你把它再围起来，哎，怎么刚好围得起来？确定？它那个量是用哦，玛雅的蛋糕，这是一个很明显要欲盖弥彰的蛋糕，是，哇。你们的好可爱哦！四分了，家庭代工不行，要放上面。然后我想拍一下，他说要堆叠，他说不能放，我想要拍一下。猪的塔，哇，看起来好厉害哦！对啊，看起来，看起来很棒啊，刚出炉的完成品，很难过是不是？要跟我怎么不自己挤啊？这感觉很好玩哎，好吃哎，好酸哦，好吃哦。
我想挤，我要挑战。交给你了。好，你的游戏就是。是这样吗？好像有点太小，有点小。有点小。太小了，越来越小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Hello。太小了啦，这样还太小。对啊，你看。那你应该挤一个大一个小，一个大一个小，这样才对称啊！你越挤越大颗，你这个失败。那边其他放进去吗？那边不。你再毁了他的塔。不会啦。什么啦？中间两个。哎，很可爱，好不好？你看，没有吃掉，我看了还蛮好吗？中间你觉得哪一个几点比较好？这个还是这个？对，你来看，你来看，你觉得哪个几点比较好？快点，来！完胜，为什么？毫不犹豫哦。这个怎么了吗？这个很可爱啊。对称啊。我再挤一次，拜托。好好好好。不是哦。菜瓜很努力的在挤另外第二次，这次蛮美的啊。你看是不是？吃吧吃。我吃看两个不一样的。哎，我吃完了。吃完。有还有，很好吃哎，很酸，很酸。那个吃起来有差别。